杜兰特点赞骂哈登逃离篮网的新闻了，还没离队呢，这就羞辱三弟。这是传统嘛？杜兰特传统，这是很正常嘛？人品素长，这不算太奇怪吧？既然说咱们已经当不成队友了，那你就给我小心点，对不对？杜兰特当时脸也是跟之前完全是两副面孔了，迎接哈登的时候呢，一脸的笑意。 嗯、呃，远道而来啊，我们把酒言欢呢，一块叙一叙旧啊，早年间的雷霆建立起来的，可以说初入职场那会儿不经世事形成的紧密连接呀、啊，现在阶段我们再续前缘，但是现在阶段呢，随着这个杜兰特长期高挂免战牌呀、啊，而且外界的舆论呢，把更多的矛头指向了。 竞技状态所谓有所衰退的哈登啊，殊不知哈登日程日怨，这些年可以说累毁了，比当年自己双肩呢扛起休斯顿一座城市的期待还要更加劳累。因为那会儿在火箭队呢，顶多就是身体累一点，好在当时年轻啊，而且心不至于那么累。整个团队从上到下对于我是鼎力支持的，但现在在篮网呢，不光是身体累，心是更累呀、啊。 杜兰特呢，长期不打，外界舆论对我又不利。他基本上是把杜兰特摘去了，说他打的如何如何好，你可不好嘛。我来这短短一年多时间，我打了多少场比赛，打的比你多。你为什么发挥好呢？你不累呀、啊？那你是歇的最足的。去年常规赛打三十来场，今年也是三十来场，因为你养的足啊，你可不就是精神饱满吗？我已经累毁了，我当然这个发挥每况愈下了。每个人干的活儿它不一样呢。 来了之后哈等，哈登呢是身心俱疲吧？坎杜兰特呢，凭借当下外界起码呢，他有经纪人嘛，而且他也是大牌运动品牌之下的代言明星啊，所以舆论方面对他有利，舆论对哈登不利。感觉篮网队的失败更多是因为哈登他个人的衰退。那作为杜兰特来讲呢，点个赞呢？ 现在的阶段，我也没有必要再掩藏内心自己真实看法了。再结合如今阶段，其实外界风评对你不利呢，反而对我有利，把我摘出去了嘛，这会儿我就干脆没有必要再跟你客客气气了。公开呀，点赞一下，就是你要走的呃这条什么这个传言呢？推特呀，知名的体育记者他们爆出的消息，不装了，摊牌了，以后呢？ 小心注意，对不对？你也了解，但凡跟我当过队友，如果与我的理念背道而驰的话，最终会是什么下场？咱俩之间言语交锋啊，现在仅仅是一个开始。点个赞的，只能说迈出了一小步而已。后续还有大招呢。这玩意儿就是已经不装了。他俩之间的友谊啊，行将土崩瓦解了。因为，呃，基于历史的教训，当然哈登也没有必要跟谁必须得称兄道弟啊。真正的大哥。 远在多伦多，早些年间，现在的大哥呢？我内心当中认可的，那是在芝加哥。只有德罗赞是从小属于自己的玩伴，而非你考文杜兰特。所以，既然分手，既然撕破脸了，也无所谓。其实我早些年间一直发心底里我就看不起你，现在就算也没有必要隐瞒了。这玩意儿，其实我也不愿意跟你当队友。来了之后，我也发现所托非人嘛，所以这会儿就是。 呃，不能说好聚好散吧。现在阶段，友谊的小船已经反了，接下来就各奔东西吧。点赞加关注，感谢您的支持。